公元641年，贞观15年正月15日，文成公主出嫁。什么时候不嫁公主，天下也太平就好了。你顶得上10个领兵的将军。陛下，我这是要走了。也许刚才那些话不应该说。陛下放心，我去了。大唐和吐蕃从此友好，不再有兵戈。你是大体，你就永记在心。永记在心。要走了。陛下，7年前您对我说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。那天我在打马球，陛下来了。我没想到7年后。真的要走了。该走了。你不要哭。风会把脸吹皴的。陛下。你也别哭。陛下，我走了。我走了。我们李家的女儿文成公主不是随便嫁人的，记住我们的盟约，大唐和吐蕃永不动兵戈。
你们听着，我是可汗，我现在死了，你们要给我办丧事。死了？殿下，殿下怎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殿下，我要听到朕的哭声。 为什么不滑？我滑，原来看忠不忠心，就这么简单。 我是太子。 才人，陛下今天不会来了。
下的事儿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我不睡觉，你也老老实实的在那儿给我站着，别光想着偷懒。陛下的气色为什么这么不好？厌倦了吗？寄给袁吉。你怎么了？我老了。我老妹妹，别闹了，你去找太子玩吧。哎，怎么才两天，我又变成妹妹了？是我弄错了，我以为是公主。你不在晋王府里好好的待着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太子叫我过来陪他，可我来了以后，他又自顾自的玩，把我完全晾在一边。我没事干，所以就到这儿来看看书。哎，姐姐，我发现啊。我说你不同，你还真的不同。陛下到。拜见陛下。这狮子聪训得怎么样了？还有点野性。来，我看看。去溜一溜。陛下，我可以帮你制服他。你会寻马？我不会寻马，可是如果给我一条铁鞭，我就能制服他。铁鞭？铁鞭不行，就用铁锤。铁锤？嗯。铁锤再不行，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。寻马是为了驯服他，驯服他是为了使用他。你现在用铁鞭、铁锤只能伤害他，更别说用匕首。你是要杀他？杀他还用你吗？随便找什么人不就行了？陛下说的是治天下的道理吧？
是啊，说的对，是治天下而不是亡天下。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份聪明。我是故意那么说的，应得陛下教我。 是个有心人，晋王殿下，还好，我刚才去御马场了，陛下也在那里，哦。 我听你的辅臣说了，陛下还好吗？很好，他非常喜欢他的那匹狮子鬃。我听说那是一匹烈马，如果伤到陛下，可就不好了。您不会不相信陛下的骑术吧？当然不会，陛下过去有六匹骏马都有战功，现在老了，是到换新马的时候了。是啊，殿下。 殿下曾经与我提过王羲之、王献珍的尺牍，让我留意。殿下知道，陛下是喜欢王字的，有他们的尺牍都是由陛下来收藏，所以，其实事情有点难办呐。我知道，我是真的喜欢。啊，所以呢？ 我今天带来了一份。哦，太好了。哦，不过这是给陛下的，我只能再给陛下之前呢，先请殿下过目一下。好。 敬意大夫的字，我们都知道好啊。请指教。殿下真是天纵之才呀！ 还好吗？岂止是好啊！请指教。这王字呢，已是绝顶了，超过他几乎不可能。写的和他一样好的。 已经是不世之才。我们后人呢，只能学习他的笔法，借题发挥自己的志和气。
我看殿下的字志和气是天纵啊。那字如其人吗？未必。第一等的人未必能写出第一等的字，写第一等字的也未必能是第一等的人呢。有时志虽然不及，但气却是第一等的。真是受益匪浅呐。殿下，能不能再临写一份？我对殿下的字十分有兴趣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写。一字不好，我应该是收藏王字最多的吧？啊，当然，陛下。你当年临写的那个《兰亭集序》，写得好，得神韵呐。好像气不太一样，啊？哦，我为起居郎，有时抄写的数量很大。抄多了就只顾志，顾不上气了。起居郎，对，你兼起居郎，记录我的言行。起居注的内容，我可以看吗？负责史诗的官员记载君王的一言一行，目的是让君王不敢为非作歹。还没有听说过君王可以看的。如果我做了坏事，你们也如实记载吗？我的职责就是记载陛下的一言一行。陛下当然知道南史氏的故事了。春秋时，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，太史据实记载崔杼弑君，陈杀君称为弑。崔杼很生气，命太史改掉，太史他不改，崔杼就把他给杀了。以前史官是家传，于是太史的两个弟弟接替了史官，仍旧写崔杼弑君。崔杼又把他们给杀了。太史的最后弟弟再接任史官，还是不改。当时有个南史氏，听说太史的弟弟相继被杀，就带着笔墨到了齐国史馆，准备崔杼杀太史最后的弟弟之后，接替史馆继续写崔杼弑君。结果南史氏也被杀了。崔杼不敢再杀了。哦，所以陛下不必担心，即令起居郎不记，也还是有人要记的吧？啊，你们放心，我不是崔杼。我当然不担心你们记载我做的坏事啊。我知道朝廷上下都在议论太子和魏王的事情，这件事情你们也都记了吗？凡是陛下说过的和做过的，我们都要如实记载。那倒好办了。圣旨。
大唐皇帝令，命长孙无忌为司徒，房玄龄为司空。贞观十六年七月初五日。谢皇帝恩。谢皇帝恩。皇帝万岁。万岁。赵国公贵为司徒，为朝廷三公之一，是天下高屋建瓴，有一样东西您不能不看呢。看建议大夫这个样子，好像有什么天大的事情。我气局不够，是真心请教。朝中的字没有谁写的这么好。是陛下。是谁？晋王。晋王，晋王，这字，这字有……我就是想听司徒说说，这字里有什么？不应该呀。怎么讲？我刚才猜是陛下临写的，因为是陛下无论怎么写都是帝王字，帝王字是不可以平易的。司徒说到了关键处了，这字里有帝王气。你这话非同小可，所以我说来请教司徒，这件东西不能不看呢。哎呀，你解了我一个大祸。我要去晋王府。要去晋王府，去晋王府。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？舅舅，啊，志奴，坐，舅舅，啊，来，慢点，哎，啊，舅舅。
最近有没有见到太子和魏王？我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们了。太子，我天天都能见到。魏王，我也时常能见到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没有你乖。舅舅又说笑了，我是问最近他们的身体怎么样。没灾没病的，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。哦，这就好。舅舅，我有好多问题要请教您。你说。舅舅，哎，我这里有胡桃，我剥给舅舅吃。我知道您最喜欢吃胡桃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了。哎，怎么了，舅舅？我这腿啊，最近老疼得很。哎呀，以前跟着你父亲骑着马跑来跑去的，御医说是长于鞍马之行，受风寒所致。舅舅，您坐好了。舅舅，我一会儿去给您取一些专治风寒的草药。没事了，你说有什么事要问我？哦，前些天父亲问我《孝经》，说《孝经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我说孝开始于服侍亲长，然后服务于君王，最终是为了做人。关于君王，应该顺从他们的美德，纠正他们的恶行。舅舅，你慢点，我来给您剥。陛下怎么说？哎，父亲很高兴。你说的对。那还有什么要问我？可是，至于父亲和母亲，哥哥和姐姐，他们当中有什么区别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应该有区别。母亲去世七年了，我常常想她，不能抑制。舅舅，这会妨碍我侍奉君王吗？不会。对君王的忠，就等同于孝；孝等同于忠，开始修身于孝，忠就自然有了。我明白了。以后我要常请教舅舅。你长大了。修身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你修身得很好。治国平天下你怎么看呢？我想啊，我只修身好了，治国平天下那是父兄的事。
最近笔法的心得有吗？啊，有，给我看看。好，舅舅。这心得送给舅舅行吗？那我要好好的写才可以给舅舅。不，无意之所得才好啊。褚遂良说你的字有帝王之气。不会吧，我只是写的时候有些放肆。放肆有时候也未必不好，不放肆它未必就是最佳呀。鱼儿在水里面，它不放肆它岂能跃龙门？老虎在深山，它不放肆它岂能生存和成长？放肆于头脑，荡漾于胸中。好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问舅舅。哦，哎，给我带点。哎，好。哎，舅舅您喜欢吃，我就常叫人给您送去。好的，好的。司徒真的说是帝王气吗？是，我怕舅舅说给别人听就麻烦了。震惊？我是很震惊啊。那很好，帝王气。嗯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儿。只有一点吗？你还想要多少？我只想要姐姐。你有这份心就好。我问你，太子和魏王你是怎么看的？他们太急了。那你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要瞒我，真的不知道。他们是站在河流里的人，我是站在岸边的人。我不知道河流，我不知道河流的力量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，你能站得住吗？不知道。我以前在内宫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站得住，可是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能站住，而且我一个人就能站得住，没有人帮我，而你有。你是说有人能帮我站住吗？当然，这个人就是司徒。舅舅。除了他还有谁？他是三公之首，他帮你，你会走到河的对岸去。所以现在你开始要谨慎。什么？很简单，要经常到你舅舅那里去。
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。如今朝廷忠臣，没有比得过太子少师的。朕拜托你扶助太子，让天下都知道朕的心愿。臣并体陈科，唯恐不能承担责任。